今天这个天气呢，确实不错，凉快。开车呢都不用打空调。我们现在出发呢去长寿哈，收两条狗，一条这个比特犬，一条呢就是川东川比特，两条狗哈一起拿回来。我来里面来松动。老狗肯定是你先发，你在后头。前边修路，不知道能不能过。走，大桥。走，好。走，再走，好。这个路才窄哟。走，再到后。走，还有，好，走，好，走，再走，走啊，好了，大妈，带走。好，你看着走，走得弄的。这他妈的长，能过三十年都好。没得人了。今天遭导航坑惨了，没得路了，到处都在修路。临水那边，最近很多地方都塌方了。现在上去不晓得上得去不？那个路，看到我很短了那边。不是黑桃，不像黑桃，树枝都不像黑桃。啊？那可能不是。终于走出大山，到了风和镇了。应该养高人。养高人，高人的。你看。绝对高人。我就走了，真的不好认了。看吧，这就是比特犬和这些土狗的区别啊。好吧，这边看。真的的。包咬那个。娃儿在那里抖起耍儿。又是那上次那个一模一样，然后像拍视频一样的那个，那个要嘛，只有那个拍视频要的那个。好饿嘛！牙齿长得白。还是比特安逸。因为什么？打起来了。他这里设备也齐全哈，跑步机。两个的，然后这个也是训练狗的哈，跳高的哈，这边豆篮也有，它这个豆篮有点矮了哈，做的有点矮，不标准。这边也是训练狗用的，这个在这儿跑圈儿哈，这个跑圈儿，
还有那边都是训练场地，里面还有个跑步机，那儿有个比特。现在还好多个，还有十几个。没有人多去嘛，不是。那个拉不走，那个啊，那个拉不走，那个我们拉起的拉的几个都送，要咬人绝对咬，不咬人了，我肯定咋去嘛。那一个串动呢，我们就不要了，现在牵不到了，主人都牵不到。啊，这些土狗哈，田园犬真的是恼火得很，不想再收了，收了几个都送给别个了，有的拿去吃肉了，有的拿去卖了。啊，这个狗真的不那么好养哈，反正我们还是整那个比特和普比这些哈，比较好弄一点，好打人一点。这个不咬人啊，哪个都摸得到。还拉了一条黑比特母狗，两岁，小的骨架不大。走，把那个兔子到里头去，汪汪。我等你来。Thank you.